家好，我是霍克，又来到沙文脑细胞的 AR、VR 单元。这是一个花费大量人力与时间用图说故事的影片，所以如果你觉得还不错，千万记得订阅与分享给更多人。看完影片后，也会帮大家分析三个最值得购买与三个需要再考虑的理由。今天带大家看的建案位于北投士林科技园区，国泰永翠建案基地1168坪，低建蔽率仅有 18.62%。 此建案规划地上26层，地下4层， SC 港股共125户，公设比 33%， 房型有3房36、47坪与4房56坪。在此帮大家介绍4房56坪的 A1 虚拟样品屋，成屋预计在2027年完工。
三个值得购买的理由。一，国泰建设金字招牌，成立有50多年历史，远在我还没出生时，是很多阿公阿嬷首选，格局也优。二，北市科从化区腹地大，且规划完善，紧邻士林、天母与北投石牌，大企业陆续进驻后，有往内科发展的趋势。三，紧邻中正高中与文林国小，复兴大型公园，学区纯住家，为房价保值。三个需要再考虑的理由：一，虽然号称北市科，但全区为北投区门牌，开价125至140万也创区域高价。二，区域内离捷运稍远，至明德站走路约需10分钟以内。第三，文林北路45米，气势磅礴，但低楼层还是要注意车流噪音与塞车问题。感谢您的收看，也记得订阅与分享给更多的人。